博士你好，周末，周末過完假期開咪啦，過完假期有咩新聞啊？除咗噏兩句啦，除咗夜奔奔、夜奔奔之外，夜奔奔之外，咁啊圍繞夜奔奔咧，咁啊市場上都好多人評價嘅，我哋都費曬口水啦，咁最重要呢個發起人，財政司，呢個劏房幫，首先要聲明嚇利益申報，我同佢唔識嘅，冇來往過，一面之緣都冇，只不過作為一個香港市民，睇見佢處理香港嘅經濟，就到而家咧點樣情況，大家都知道。我啱啱去。早兩天他又公開電視台講，我看到新聞，他現在香港呢成為亞洲綠色金融中心，他發行綠色債券成功啊，咁啊俾我聯想到他早兩年又說要打造一個虛擬貨幣金融中心，咁咪整咗即平時嗰啲出嚟咯，而家俾一劈屎咯，佢要搞出嚟嘅。佢係同中央打對抗，既然間中國咁多高手都唔俾搞，咁你香港你自打自擂搞。而家你跟中央嘅啦嘛，香港而家係咪啊？中央咁多人才濟濟都唔敢搞，咁你？你呢只咁嘅劏房波要搞，但我咧就呢兩日同佢起咗花名嘅，有新檔。搞完呢個綠色金融中心咧，我又起個名咧，就叫劏房綠波次郎。點解咁嘅名字？因為佢個綠色中心就我聯想到，叫阿陳茂波咧，就同中央申請。就要做啲綠色產業，因為佢公布咗嘛，香港已經成為咗亞洲綠色金融中心，發行啲綠色債券。佢話啱啱呢個大熱頂綠色冇出嚟公布，搞綠色產業。咁綠色產業喺香港係好聞名嘅，當年喺廣告區，揸飛度成條街。嗰二百盞，即係呢一梯而家叫做，都係綠色窗門嘅。綠色騎樓，即係等於啲男人行到，你想你唔好摸錯門口啊嘛。所以見綠色窗門咧，你就真係拍門咧就以前係綠色窗門㗎。就同等於而家呢一梯咧，有啲門口咧就吊個燈出嚟啊，叫燈啊，係咪啊？咁啊嗰時咧係好聞名㗎，香港咧綠色窗門，所有嗰啲。水鬼啊、黑鬼啊、西洋鬼啊，上黃咪揸飛到灣仔區咯。佢有啲包女又貴啊嘛，佢行去隔離後邊街咁啊，上去就得噶啦。咁樣密集噶，好聞名噶，綠色區、綠色將。咁樣。咁啊，而家咧唔係新嘢喎，合法過以前知唔知啊？香港不嬲之前槍械係合法噶。黃西風有嗰啲合唔合法化？就算你嗰、那個春園街嗰邊嗰啲都係合法化。咁而家經濟咁低迷，咁咪財政司咪帶頭搞？搞啲綠色嘢係嘛？係咁啊，兼任埋呢個綠色產業司，又會做呢個一樓一梯嘅大隊長。跟住中央特準，唔係英皇預準啦，而家冇英皇啊嘛。要中央特准，因為你地區政府唔夠力批噶嘛，咁啊希望中央特准俾阿波仔啊呢、這個做大啲，呢個劏房波次郎啊做產業先，佢全部徹底破壞曬成個香港嘅經濟體系噶嘛，財政司。最簡單。你而家啲上市公司
有成一千間咧，每一日都零交易嘅，冇買賣嘅。嗯。咁而家你發覺咁多上市內地嘅房地產公司可以賺咁多錢爆煲，咁你香港嘅財政司下邊啲金融機構嘅部門點樣睇數啊？係嘛？你點把關啊？點會保護到嗰啲投資者啊？係咪失職先？你唔好講未上市㗎啦，嚟香港上市房地產公司啊，嗯，你點把關先？佢有年報啊嘛，大佬。所以咪失職先，冇人講喎，立法會又冇人講，報紙冇人追問呢啲嘢喎，佢一定責無旁貸噶嘛，你財政司。點解俾一間公司得十萬蚊資產，爭咗一千萬嘅咧？嗯，你有年報噶嘛？嗯，我實際資產有幾多，負債幾多，收益幾多，係咪？係。你做乜差啊？香港嗰啲咁嘅，呢啲咁嘅許正義啊，話嗰啲財經啊。證監處啊、聯交所啊、金融管理局啊、財政司一路燒到財政司啊，喂，中央你要睇嘢㗎，你中聯辦、港澳辦，你點收情報啊？你冇睇住社會嘅最重要嘅部分，你唔使睇嘅咩？香港最重要就經濟㗎嘛，嗯，香港經濟好先能夠帶動到國內㗎嘛，啱唔啱？咁點解要搞咗千隻股票每日嚟交易嘅，冇人買賣嘅？咁你有冇人？你中央有冇小組去審核嗰啲？點解會有呢啲公司啊？係啊！你一定唔質詢財政司點樣去把關啊？咁就算你累到國內啲人落嚟買呢啲股票都死噶嘛，都係國家錢嚟。嗯。咁你仲要俾佢串謀埋國內啲人去嚟搬啲香港銀行上橋，又呃埋，咁香港銀行冇把關嘅咩？你借錢俾佢，唔使睇嘢啦。唔係個個成員都立足咁大鑊啊嘛，係就大領落咯。咁好，你香港啲銀行都變得好似好多穿櫃桶。係咯，你真係要睇嘢嘅喎。我就算香港銀行唔借錢，我做擔保人我都要睇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咁你點睇嘢啊？唔使睇噶，佢打份文件嚟，你係當算數啊。咁嗰啲你嗰啲上市公司嗰啲四嗰啲會計師行。會人核數嘅，你政府啲人唔抽證嘅啫，係咯，你核咗先，啲人唔抽證嘅啫，健全先可以上噶嘛，我股民告得政府㗎，好多人有責任㗎，唔係講笑，係咯，真係唔係講笑，我哋講事實，唔係話亂咁噏，話人咧唔公道，咁你嚴重破壞咗香港嘅經濟，即係影響到國家嘅經濟安全，嗯。你國安法點解唔插手？出嚟食兩支旗艦兩句靈光歸香港，咁樣香港會冧咩？而家呢啲就會令到香港冧啦嘛，個經濟啦，係咪先？咁你中央唔出力落力做事，佢手銷你要跟㗎，唔係講笑啊！你中聯辦、港澳辦你要跟㗎。我哋講完咧，我就將佢掟翻俾中央，我自己啲渠道。要提醒我哋真的要跟，因為如果唔係你陸續有嚟噶嘛，你陸續引爆噶嘛，咁多國內啲喺度上市，個個都唔見嘅，咁你點搞？係咪先？啱，冇保障啊，咁樣。係啊，你的啊陸波次郎翻去中央玩，慢慢問佢啦，佢坦白從寬啦，抗拒從嚴啦，你俾佢搞到公式。不可以講人情的，而家不是講人情事。你中聯辦、港澳辦都失職嘅，失職就失職。你仲有咁多人啊嘛？養幾多人喺香港做工作？你係中央政府，養咗成扎專米大蟲，屌你過撚個黑眼瞓，係咪？就搞紅棉夜宴啊，就搞歡送會啊，屌你咪出嚟影相重演巴閉啊！話你文匯大報嘅記者做咩啊？唔使去專訪問嘢嘅咩？你住港嘅傳媒單位係咪先？全部責無旁貸好，你喺香港嗰個經濟搞到今時今日點樣冧到？
你係唔算執無旁派，但係你中央派、中央網呢嗰啲嗰啲幹部，係咁先。好。